神仙守卫，对，解放了这边藏经阁下啊！神仙守卫，知道中路上，形成了一个，没了，直接就没有管住。这样的话，大坑是有危险了，慢慢给我危险。封好道具的话，找时间要进包点了，时间不多了。嗯，二楼来了，二楼就看小伟伟，小伟伟也是要等一下队友，一个知道大坑还有。 我看到应该是，哦，是看连接的，或者说看连接的。压了谁？KC2比1，那个。主要就是伟伟这个藏经阁跳到侧路，这个压力。我压了一直到2比1，KC。负面这个侧路的这个压力。意思大这边没有想去把这个。没事，都一样。没有想去把这个。没事，只有三天雷神币，无所谓。打中路，其实三个人打到大坑，最后一个三打三残局也不错。 关键就是这个大坑的车队，伟伟给偷了。有所谓的，这个是非常伤的。没有人在形成三打三的时候，没有人去。只要第二场能拿下，因为团队雷神兵就如何。这个点，对，伟伟这个点一直丢的。第二场压21万。对呀，第二场最重要啊！你第二场要是来个2比1，你不就无了吗？来说的话，刚刚那个残局还是会有优势一点。完了，骗咱们也没啥效果，我就他们有一招连吞带打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啊。 炮子，我建议。又封烟了，又封狗。你不要走那么早，你等掉封完烟再走。我去，我去。那我下吧，下吧。我去，我去。麦好大呀！麦好大。麦好大。我关了，我关了。小B，小仙。真的不会。然后HQ我建议缩后点，完了等罗浩回来再贴，好吧？回吧。有吗？B点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在包点看到。这颗雷击 不可能被别人拿一分的，你们放心好了。舒服。 刚好一个中路的一个顺爆，还是要上，跟上一分一模一样，但这次是真的往前走。雷杀罗浩，一个波双杀，雷了一个，补了一个，到家里过点。这是不是帮不了我？哎，太难进来了，两个一血，补你位了，你打地桶可以。景嘉怡中路这边，西西和小伟伟别死，都是残血。 哇操！罗浩好稳啊，罗浩。我感觉2比0他们的，我压错了，应该压 KJ2比0ES 的，压错了。小胖子这么强，后面的事。小肥啊。对对对。你们把那个降噪调一下，调要慢，调要慢。啥玩意儿？都吵死了。你在说话吗？降噪在哪调？听到了吗？ 我说句游戏里的话啊，他这个 A 是放给我们的，他 B 俩人，中路是放给我们的，我们可以 B 是一个，就是。